了你怎么办？我们俩什么时候合作拍电影？你看不到了。不是电影。什么玩意儿？他们就这样，尤其他们队长，带头人你就知道了。请您吃饭，我不吃饭。啊、我想吃吃的看着你，吃吃的看着你。确实也不缺吃不缺喝不缺穿的，缺盘。都认识吗？我们队长叫什么名字？叫梦。哎，队长。啊？一二三四五，下山打老虎。我叫张猛然，身高150，太平代表归来日，镇宇将军。是是是，哎，我们后台很多演员都害怕栾云平，因为他负责派场啊、分钱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业务，他有实权，有实权是。但是栾云平，什么嘴？你们疯了！你今天买谁的票看了的？没事没事。你现在告诉谁？如果拿过一张脸，我叫你各位观众火烧吃烧吃，我能把这吃了你别笑啊！我没有买房了啊，买房子咱买不起。嗯，买车了。哎，对了，买车。哎，这个今天的限号我就没开，嗯，知道吗？我车挺好的。是吗？你才九手奥拓呢。九手啊，我托近十年来我看女孩搭茬的越来越多啊，你看这个哎好谢谢好谢谢啊现在这女孩都喝得出去真的啊，这个啊谢谢我锻炼啊，我要身体好，什么叫锻炼啊？你别笑女鬼先说吧，来了老弟，我喜欢董小姐。哎，啊，来了来老妹儿，打今天起师傅您就失去一个徒弟，师娘失去一位能买包的男闺蜜。师娘那儿一提你是大红人啊，各种包啊，上哪儿买东西的啊，头头是道，就是他教会了你师娘花这么多钱你。你要说买包这事儿，走就走了吧，我也省点。首当其冲是岳云鹏，张云雷也是个好榜样，郭麒麟是唯一继承人，没想到又来了郭汾阳。演技特别差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演得多好啊，燕子、哎、没你我活不下去啊，燕子。不是说你演技特别差，我说你发展空间大。
这死刑犯呢，临死之前有一杯酒，拿过酒来，刽子手要反手给你灌酒，但是没有正手的，都是反手，反手侧身，就怕这死刑犯呢临死之前急了，就是拿脑袋撞这个刽子手啊，所以说反手倒酒。为什么咱们吃饭的时候给人倒酒一定正手端酒？你要说反手给人倒酒是大不敬。